大平啊，咋的了？脚踢着了。那太好，那个，没事，我马上给你调调啊，马上就好。能行吗？放松、哎、啊，这脚、哎、啊，来，放松，别使劲啊，放松，别使劲来，别使劲啊！怎么样？感觉好点吗？更疼了。哭点呗。大明哥，你看你脚都伤成这样式的了，你还能去看见了吗？我让哈利自动带着我去。陪你去的人那不也得要票吗？我自己爬过去了。你爬过去，你要不你把票卖我得了呗？我告诉你啊，给你要真的双的千片人行吗？还不行。不是，那你高价卖给我，你买一个跟李小龙一模一样的双节棍行吗？你以为这钱能够诱惑住我吗？我至少要两倍门票钱。成交。你俩看没看见我手印里的门票？要丢了，该。你二别着急，可能是院长啊，当时阿基给扔了。不会吧？手印里要迟到了啊！我把门票已经卖给小宁了。